好，那我们再讲烦恼障。烦恼障会妨碍菩提之道，无法证得涅槃。因为你有烦恼，就跟涅槃不同存了。你内心有东西呀、啊。这个是在《俱舍论》里面特别强调，他说常起就是无法遏止的，无法遏止就是常常一念又一念，一念又一念，那想法又想法，这个等等等等，会妨碍无漏慧之产生，也就是空的智慧，无是非的智慧，并使不得慧解脱的烦恼，会让你不能得慧解脱，慧就是空的正见，就是它的离体，所以称为烦恼障。你只要有的人心思很多啊，这刹那之间呢，就是哎，太多的念头了，这种人好累啊，好累，就是烦恼障。这种不会得涅槃的、啊，离烦恼障得慧解脱的时候。如果你住在定里面，就住在自己这个慧解脱里面，那就没有办法得到具解脱。具解脱就是心解脱、慧解脱，那这称为定障，也就是解脱障。这个会障碍，这个会障碍解脱。就是障碍，你没有办法证得涅槃的意思。那所知障呢？同学知道所知障是什么吗？知道齁、哦、你到底有烦恼障还是所知障？修行的开始都是烦恼障。那那个所知其实就是世俗的意见。那还不是叫佛法的知见。然后修行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啊，自己的意见少了，佛法的意见倒多了。那这个佛法的意见呢，会让自己哈没有办法真正看得清楚，实相看不清楚，所以覆盖就是覆盖自己的那个智慧，就是正等正觉的意思，妨碍正智的产生，因为你的想法跟看法，这个是所谓佛法里面的理论。佛法里面的理论跟你建构起来，换掉你凡夫的知见，所以它会障碍智慧，障碍成就菩提，障碍成就正等正觉。所以所知障就啊，我认为在丢，你就空不掉，这个东西就一直在。所以如果众生呢执着有一个真实的我，真实的众生会执着我的存在。个别的我，这叫烦恼障。简单说，那如果是执着有实体万法的法执，这叫所知障。这样，那事实上很难摒除我执跟法执。有的时候，你的所知障里面也有我执呢，是不是？啊，我执里面也有法执啊，所以它两个没有办法切得很开。谈到说烦恼障是障碍涅槃，所知障障碍菩提。如果消烦恼可证得个别的，现在再谈一次，个别的消除烦恼可证得二乘的偏真涅槃，可以，但是不是究竟涅槃。所知障呢，它会障碍智慧的完整性，所以它没有办法开发无上正等正觉，这样所知障跟烦恼障很明白。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到，他说初习行，开始在学习修行的人呢，着心取向菩萨修福德，他会着菩提心，他也会取向，会修福德，这是一个次第呀。开始学的人呢，开始学佛的人，你不要跟他说无为法。阿弥陀佛，走啊！这样就不用了，他就不动。他认为因缘就是安尼啊，因果就是安尼啊，何必帮助别人？他不会用
善法为他的方便往前走，他没有正精进。所以初学的人他会着心取向，他会有一个菩萨的口号自认定来修福德。大智度论里面讲，如草生火亦可得灭，就如同草生起了火烧起来，那很容易，这个火也很容易灭掉，因为你有相嘛，你有相，这菩萨一定会受伤的，对不对？你一定会丢来凶，一定会受伤，因为你着相啊，着福德因缘。若体得实相菩萨，以大悲心行众行。如果你体得实相，实相就是空的智慧，因缘有无，它是一体两面，它是缘起缘灭，叫缘起性空。如果你体得这种实相的智慧，它是真正的大悲，安住大悲。啊，这个大悲它不是语言文字里面的那种感觉，我看人老会，我心会疼，肉会疼，是不是常常有人这样？我不要看人家流血啊，这种呢是有菩提心，但是他不勇敢。以前我们有一个教授，他说他考上的是医学系，他医学系啊，这大体不是他们有一个大体解剖吗？这大体解剖说，哇，回去就无法再继续学下去，于是他是转系，转到动物，就是兽医。他兽医，他想说他不用切割大体了，当兽医会比较简单。没想到兽医还是要看到动物的血，他还是昏倒。后来就转到文学院去读文的。这个上面就说他很有慈悲心哦，他很有慈悲心，他想要救度众生，可是实在没有办法泯除自己对于这些东西的感受，他没有办法空，然后他也很有爱心的想要去救动物，他依然无法空，所以他只有大悲心，他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行众行。同学，有些时候你必须这样子，你会怎样？我们来举例，如果小孩很小，你家里的或眷属的小孩，他现在有一个伤害流血，你会怎样？先昏倒。你会不会先昏倒？你会坚持自己不昏倒，对不对？你会坚持自己不昏倒，拿个什么东西帮他止血，是不是这样？还是先昏倒？还没叫人119，先来救自己。就是里面要具足啊，具足觉性，不是在那个感触而已，不是感触，你要忘我。好，那讲啊，体得实相菩萨以大悲心行众行，难可得破，就不会破了，因为他是体得实相的菩萨。如水中生火，无能灭者，如水中还发出火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浇熄它了。火由水中出来，你灭火的也是水，它已经在水中出了火。所以我们一般对于执着有无两边，如果还没有办法脱离对立存在的这种概念，这叫取相存见。你取这个相，存这个见，那这个相就是境界，一切的外相啊，见就是知见的部分。所以同学这样很清楚，修行里面啊，看啊，其实次第实在是很多种啊，根本是没有办法一一说明白。那我们就是尽量的来懂得佛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里面啊，要读一段啊，《佛说首楞严三昧经》里面一段，就是两个菩萨在对话，一个叫坚毅菩萨，那一个叫现役天子，他们两个在对话，当然佛是在场的啦。这个坚毅菩萨，尔时坚毅菩萨问现役天子言：“
菩萨若欲得是三昧，当修行何法？天子答言：菩萨若欲得是三昧，当修行凡夫法。若见凡夫法，佛法不合不散，是名修集首楞严三昧。这段同学听得懂吗？菩萨如果要修行得三昧，要修凡夫法，你说不对呀、啊？我们不是要清净放恨啊，殊胜的佛法，为什么修凡夫法？他不是叫你进入凡夫，他是说若见凡夫法，你如果看到所有的众生凡夫里面佛法不合不散，而你知道这里面你并不是要用佛法来解释它，也不是佛法不见了，也就是你安住在清净真如当中，可是众生不明白，众生不明白啊。可是你安住在清净的佛法里面，你不能用佛法来硬要众生这样，但是佛法又不是不见了，是名修集首楞严三昧。你在哪里修行？你在凡夫法里修行，但是是安住在清净的正见里面。佛法在不在？你看众生的所有是不是就是佛法？它就是在有里面嘛，众生不空啊，它在有里面。但你的佛法的空在不在？不散啊，在啊。可是你的有的上面有没有跟它的合在一起？因为它的有是什么？是执着的有。可是你不是执着的有，你看的是法性因缘的有，是妙有的有，所以这里面是不合不散。你看众生的有跟你的有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修行里面要修集，就是在修行跟集所楞严三昧的时候，是在行凡夫法，是见凡夫，但是你佛法不合不散，这个就是菩萨在学习啊。这个就是你要远离你对他的评估批判，那远离你对佛法的理想，这也是颠倒梦想啊！看他的颠倒跟你的梦想，你也远离这个啊！啊，这是 这一段，然后这里面呢，坚毅问言：于佛法中有何善耶？天子答言：凡夫法中尚无何善，何况佛法？云何名修行？若能通达诸凡夫法，佛法无二，是名修集，而实此法无合无散。这个地方啊，就在对谈。他说：“佛法中里面有合跟散吗？”天子说：“凡夫法里面没有合散，佛法当然没有合散。”这个是假设状态的语词，语言文字真的是不能够来解释佛法的。这是很勉强为之啊，让大家去体悟，所以不是要跟你讲合跟散的样子，而是跟你讲绝对清净。但是你不会入他的那种知见，但你也不会拿这个佛法这个政治正见这个清净不见了，这样的意思不是在谈这个合跟散。那他说那怎么修？回答：如果能够通达诸凡夫法跟佛法无二，是名修集。因为老实说，实在说，这个法没有合跟没有散，刚刚讲啊不合不散，现在讲无合无散，就超越了合跟散。那我们在世间里修行为什么不能得自在？因为你看众生有颠倒，而你自己有梦想对不对？有时候是自己有颠倒而自己有梦想，有一些时候自己不颠倒啊，也无梦想，那是不相应。那有些时候是这上面是相应而无颠倒亦无梦想，那这前面的所有都得远离。下一段呢，善男子：一切法即无生相故，一切法即无坏相故，一切法即虚空相故，一切法即无受相故。他说：“善男子，一切法即啊，他没有身相，没有坏相，没有虚空相，也没有受相。我们如果清净的在这上面能够接收到了，这叫觉照。
它就是因缘，它就是因缘，所以它并不是所谓的受，所谓的受是以意识，意识而内心有启动某一种纳受，心中有情感的一种纳受叫受啊。如果我们讲这个觉性的使用，我们就还是以受为解释，就要讲清净受，要不然就是缘起而你应。应而已。那这个坚毅又在问，坚毅菩萨问，坚毅复问说：“楞严三昧去之何所？”天子答言：“说楞严三昧去之一切众生心行，而亦不缘心行取相；去之一切诸所生处，而亦不为生处所污；去之一切世界佛所，而不分别佛身相好；去之一切音声语言。”而不分别诸文字相，普能开示一切佛法，而不至于毕竟尽处。他讲这首楞严三昧，如果修这样修集这个首楞严三昧，它到达哪个地方，也就是它的范围，它的功用。首楞严三昧啊，它能够达到哪里？达到一切众生的心行，也就是安住这样的三昧中，你可以去达到众生心里的实相，你要看得明白，而亦不缘心行取相。你可以看得明白，但是你不会取他的相。有的人就是看得明白啊，我知道你在想啥啦，就是然后下一句就批判啊，像你这种人啊，你想完了不要多在你，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说啊，你想这样哦，不好啦，不对。就是纵容你或是要劝导你，那这个上面呢，就是取他的心相来作为一种坚固的己认知，自己的认知而已，这个对众生其实没有帮助，这只是自己在认知。那如果说你看得很明白众生的一切心情，但你不会取相去固定，去固定说啊，这种粪坑里的石头，很多人就是会把它形式固定化，像这些就是看不到自己众生的佛性，众生的佛性都是清净的，它只是一念之间现在不明白，所以这个首楞严三昧啊，它就是能够达到的众生心，但是你不会去取相，去至一切诸所生处，就是只要有启动的时候，你都可以很明白的看到，这就是看得到，看到了，那看到了处理啊等等，这些就是菩萨的能力。那有的人是无中生有，有的人就无中生有，哎，我看那人吼，安怎安怎，伊太多啊吼，这雄心没，还是讲那人啊坏胚子，他刚刚想的不好的事，这就是自己无中生有。你会不会被人家误解而无中生有，伤了你？会不会？是凡夫很怕这一条，很怕人家无中生有误会你啊！我明明没有这样，你怎么说我这样？啊，自己去到要死！你明明没有这样，他说你这样，你就变成这样了，你再去到要死！你就没有变成这样，你还是空，不是就不生气了？是不是？很多人说，他说你怎样，他误会你怎样，你好好好好。就没怎样，就没怎样，所以就自在一点。你不跟着他动嘛？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你没怎样，你没有这样，他一直说你怎样，误会你，编排很多很多，你就知道他忧郁症了，无中生有，或是他的揣测空间太大。众生是爱揣测的，那我们很多人都会去揣测佛啊。如果你揣测佛，就要一派宁静，那你揣测的好也不错。你也可以来反应，让自己佛一派宁静，所以我不应该动荡啊。这个揣测早是正向的，可是我们会揣测太多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上面是能够去至一切诸所生处，而亦不为生处所污，你不会被他生起的这些念头所污染。上司若误解你，你会怎样？气得跳脚，会不会气得跳脚？
那有些时候你的好心被看成歹意，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很冤枉啊，做了好多事被别人抹黑，就觉得没价值。其实那个都是有我所啦，你都有我所，日久见人心啊，路遥知马力啊。像这种情形，生命里一定会有经验的，是不是一定会有经验啊？这些经验就是如果人家是毁谤你，你就知道业障齁，对，然后要自在，对不对？可是他毁谤就是非实嘛，所有的毁谤就是非实啊，所以才会毁啊跟谤啊。啊，有没有被谤到跟被毁到，那就是看你有没有涅槃啊。你被谤到跟被毁到，你就会进入同等的情绪嘛，进入同等的情绪，你就无法无生法忍啊，你就会有某一种感受，而这些感受其实虚啊，不实在的。所以像这些笑笑就好。那有些时候我们当然会有所谓该处理的部分，那这上面不要这样子啊，让社会动荡不安啊，所有一切啊，这叫抹黑事件嘛，对不对啊？这很多像这些呢，就知道啊，这是一个抹黑的动作啊。这个抹黑的动作，你笑笑也能说，哎，这啊非实在啦，啊非实在。但是众生要这样想这样讲，大概也伤不了你啊。你只要非实在，久了自然实相就会现前，就是会现前呐。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哈，如果你的心是安住的，可以住在首楞严三昧里面呢，你可以到一切众生心里的深处所深处，但是不会被他的深处所污，你不会被他所产生的这些杂杂碎碎这些念头来污染你自己。如果污染你自己，你是不是就是被他说中啊？你还抗拒，你还我所去争辩，那没有什么必要的啊。所以有像世俗人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啊，然后会替他争取公道，会替他说些什么。在佛门里面呢，这些倒是不尽然需要，因为清者自清啊，你内心的寂然就是寂然啊。那又讲到去治一切音声语言而不分别诸文字相，就是说你守楞严三昧，你能够达到所有的一切的音声语言的真正实相，那你不是内心起那个分别文字相，而起了分别计较的知见，也就是你知道他现在在哭，他现在在笑，他现在说这些话，他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自我保护说这些话，但是你不会起那个分别较量的心，就你知道他的状态实相，可是你是冷静的看，也就是你知道他生气，你知道他要保护自己，你知道他不甘愿，你知道他怎么样，你知道，可是你心中不会讨厌他，你不会讨厌他，你也不会讨厌他所说出来的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伤不了你，这就是守楞严三昧。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因为要告诉大家如何究竟涅槃呢？啊，那他说普能开示一切佛法，而不至于毕竟尽处，那你也。普能就是能够普遍的平等的为他来说一切的佛法，而不至于毕竟尽处，但是不会把它讲到尽头，留个空间给众生。像我们有些时候在带引众生的时候，不要把话说绝了，因为说绝他不会听，或是改天他说绝了，这个上面啊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就是太绝对性，那语言文字就死了。他就没有一个空间了，知道这个上面而不至于毕竟进出，就有话你听我讲对，这绝对对的，你免阁想，叫我来走的对，这样就是左右，你就叫他左右啊，这拢无这种的代志，还用你家己想的，无我头怎么你？很多人讲话会这样啊，就是否认呐、啊，否认一切存在。事实上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众生心态里面的有跟一个环境里面的妙有的或是空的道理，其实都全部在。所以你在用使用语言文字的时候啊，开示佛法的时候，你
没有办法说到尽头的，像佛也没有把话说到尽头，他没有，他不可能说到尽头，所以他说他没说，因为要靠你去体会。那我们凡夫里就是话喜欢讲绝对式的话，而这个绝对式的话其实是在强调的某一种强调，标榜的某一种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它不可能达到的，这样了解意思啊？你若叫我讲的安尼，你绝对也好；你若无好讲，奇怪。屈指一算，不应该如此，这个都不对呀、啊，这个都不对。你要看呢、哦，佛法里面它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比如说他的因缘到的时候，就说他去见世尊，世尊为他开示什么，结果他得须陀洹果，有没有这样？那个绝对值是不是在？这听了多羡煞呀！只要跟世尊一讲话，讲三次三果，第四次真阿罗汉果，哇！是不是觉得世尊你是超高能力的？啊、超能力的提婆达多，那说千多次都不变好啊，我们一天在身边洗洗点洗洗点，我们都不看哦，啊，我们南美才有好，南美才不好听懂吗？所以这个上面它蕴藏着很深的意涵，是在讲说这个人得证的因缘到了，然后他的心念这个地方可以播得到，播得到，这个就是他果，他靠近了嘛。他靠近，如果说你从凡要转他入圣，这个是容易哦。从圣要成佛，就没有咯。他跟你讲菩萨一地一地正，一地一地修，我自己立三大阿僧祇劫。阿波利娜白退哇三大阿僧祇劫崩哇，等同我有，是不是我也可以成佛？所以我们要读佛经的时候，你要懂他在讲剥掉我们杂染有为的念头的时候，他是可以剥的，他是可以剥他因缘跟因缘道，他的善根够，他这个上面对佛是完全信任，他对佛完全信任，不假抗拒之念头，这个时候他就叫做什么？信受奉行，他里面是清净信啊。那你清净性的状态之下，他是不是说了他就没有杂思杂想，所以那个空的境界体会那个道理预留果，这个上面就是进入了，所以这个上面是在讲这种状态。但是你说法云地的菩萨跟世尊谈一谈，他怎么没有把他马上成佛？因为后面是讲什么实证积功累德的部分，那个就不是讲可以变的啦，这样经典读得懂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好奇怪，怎么这样就正果了，这样就正果了。正果在讲法身拨开的那个部分，到成佛就没有用拨的了，它就是要你自己去实践的部分了。所以这个上面没有办法讲到近处，没有。所楞严三昧，你安住这样在讲整个圆满的所有佛法的全貌的时候，他讲不到近处。然后接下来善男子问是三昧至何处者，随佛所至，是三昧者亦如是至。坚毅问言，佛至何处？天子答言，佛如如故至无所至。又问，佛不至涅槃耶？答言，一切诸法究竟涅槃。就讲到这段，为了要跟同学介绍究竟涅槃，所以呢，对话里面他问呢、啊，这个三昧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随佛所至，就是这个三昧可以达到随佛所至，随一直达到佛所到达的顶点，其实就是一切圆满啊，就是没有任何的。任何语言文字它毕竟清净，毕竟解脱，所以这个三昧也是这样。那坚毅就问了，那佛的最终的这个处所，佛至何处？天子答言，佛如如故至无所至，也就是佛没有处所，
佛并没有一个极限的点，它没有一个处所，它没有一个极限，有形象的上面是没有的，无形象的上面也没有存在，可是又不是虚无，它是觉性变一切，是不是一切都到？那一切都到，也就是没有尽头啊。同学，一切你觉性变一切，是不是都没有尽头？那你精神层次不留任何的，是不是就是又至无所至嘛？就是道也没有道的感受嘛？只有人在有距离的时候，会觉得我到了；如果没有距离的时候，就没有到了的、跟不到了的概念。这样。如果一切都很明白，就没有到不到的问题。又问佛不至涅槃耶？那佛没有到达涅槃吗？他回答：一切诸法究竟涅槃，一切所有一切本来就是究竟涅槃啊，是你不明白，所以才从开始讲无明，所以比您一个涅槃遥遥相对。若你看到一切诸法究竟涅槃呢？本极面相的话，他就没有无明，就不用提涅槃，所以他就没有涅槃，他本来就是涅槃，实相本来就是这样。同学，这样有帮助吗？好，他有做总结，他说：故如来不至涅槃，所以者何？涅槃性故不至涅槃。所以如来没有所谓到涅槃不到涅槃呢、啊，因为涅槃的性。故不至涅槃，涅槃无性啊，觉性啊，清净，它根本就没有什么性质。你说啊，这什么颜色？它有一个颜色可标，这是旧于有的状态。假名红，假名黑，假名黄，假名麦克风，假名黑板，假名什么东西？但是涅槃它不是可以用这样来表达的。他就是在讲毕竟清净啊，不住有，在生死界里，他有没有也没有安，也没有住在生死的祸，也没有所谓涅槃的状态，他本来就是一，而不是分裂的二，他不是二分法。那总结，他有说：善男子，当知如来虽说诸佛出于世间，于如来相而实无生。虽说诸佛至于涅槃，于如来相而实无灭，所以如来没有生灭问题，可是在我们的眼里会有生灭问题。如来真的灭了吗？佛法还不是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吗？对不对？那修行人当然有些时候会有应身佛啊或报身佛的这些，来让自己有一个归去的问题，安然的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这都是因为我们需要的过程。但终究佛自己本身那没有来相去相的问题，因为众生有物质界，众生有这个精神层次的存在，所以佛一定会有物质的世界，他一定有一个物质的世界好让众生安住，那一定会有一个精神层次让众生依止，这就是佛的大慈大悲啊。那自己本身呢，也没有相状上的需求，也没有安住的问题，这样对不对？可是对于众生来讲，他可以啊，他可以有这些来给众生安住，有这些相状来帮助众生一步一步往前走。这个就是所谓佛国净土的概念嘛。那这佛国净土的概念是不是真正佛自己的净土？这是众生的净土，这是众生的净土。那众生的净土就是佛的净土，是佛相应于众生而权力的世界。因为佛是在度化众生啊，他在三界里度化众生，可是自己不住三界啊，可是在三界中而不住啊，
所以净土的概念是必要的。所以在你最早，你若读净土的经典，你从最早的净土经典读到近代的净土经典，你会发现它转折很多，它转折很多。最早在讲净土的经典，没有佛国可去，也不需要去。可是慢慢开始讲，我们要去向佛国净土，就是要去向那个不需要去的点，跟不需要去哪里，要能够见自己的法身。但慢慢呢，越来越走，因为我们对物质界的强调太多，对世界分隔的区域性有一个没有办法破除的概念，就是界别的存在概念很强烈，所以因应于这个众生，就要讲佛有一个物质的净土给你去。那你精神层次呢，到那里就可以，到那个物质的地方，你要先整理好你的精神层次的现在，于是你的精神层次去向这个点，而舍弃杂染而去净，去掉杂染，然后去向清净。那你当然去向清净，达到净土的状态之下，也就是等同他所体会里面的自己的这一块。至于自己的这块能不能完成开发到圆满的佛的毕竟的净土，这块要自己补。所以这中间你要去向这个净土的先决条件，还要发菩提心，你才不会入断灭。这样。但真正我们达到净土，在净土法门，你是以大德跟以当时世尊教导净土，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啊，对不对？那真正的净土是什么？都叫净土啊。真正的净土是毕竟成佛啊。啊，毕竟成佛是在讲什么？证得清净法身还是圆满三身？还是一样有这个方便给众生净土的时候才叫成佛？这定义又差异太大，所以我们总不能说一号佛、二号佛、三号佛、四号佛，或是讲说部分佛或圆满佛，不能这样讲啊。所以经论在每一段世尊在介绍佛法的时候的每一段，他都是用一个完整的语词来介绍，可是他里面有一个没有办法说尽的点，所以以后他会补的。可是我们众生在看语言文字的时候，只看到这个切面，他只看到这个切面，你告诉他那个尾端的东西，他无法，他进不去，所以只靠他告诉他前面这个，你第一个会看到的，你第一个必须放下，你必须整理你的条件是如何，而这个条件是非常有效的条件，这个条件是绝对要遵守的，信受奉行。但你达到第一个条件，第一个处所的时候，后面其实还有路。那你要看呢、啊？很多人学佛，你到底你真正懂得的学佛，跟最后是要是什么样？是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是证得涅槃？如果证得涅槃，已经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一个个别的跟一个完整的，这个就不一样啦。那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下一段经文要谈的嘛？它是一个圆满的，而且是实证完全完整的。那所以大家在问呢，念佛会不会成佛？禅修会不会成佛？答案一定是会，答案一定是会。什么？法身佛，一定会。当然你这上面呢，能够入净土吗？入净土你一定有了前面的那个，我们在讲念佛或修行里面，你本来是以清净的圆满来念圆满的，但是你一定要这个东西都圆满来念圆满，你就看到这个果跟因啊，应该果海啊，它没有什么两样，一个是实现了，一个是明白了，你明白跟一个实现了，两个都是一样的，可是一个是完整的，
功用发挥，一个是你明白了，你了解了，心没有杂乱的东西。所以这个上面就是我们要知道修行，所以看众生跟看自己在果上看都一样，它终究会达到果的，在因上看也一样，可是现在有一点距离不一样，对不对？那前面给同学介绍了《佛说首楞严三昧经》里面，就是它在距离上的不一样的时候，你是安住首楞严三昧，那这个不一样呢，都是过程。我在过程路上，你也在过程路上，我们或许相距 1.5 个阿僧祇劫，我们也可能是隔壁，一个是出发心，或许有的还是在凡夫，这样是不是对涅槃跟这个修行的过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那只要内心的清净，你都能够，这个清净法身都能证得，因为那个是本来的样子，本来有的啊。那这样对于这个究竟涅槃有了解，那我们就接着了解下一句的下一段落。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时间呢，三世诸佛都是这样的，你不用怀疑，都是这样修的。这已经要结尾了，在过去现在跟未来，你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才可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的运作就是这样。同学这里修行这么多年应该一点都不怀疑嘛？会怀疑吗？有没有觉得我突然之间不用依般若波罗蜜多就可以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颠倒可严重了，这个梦想可大着了，这叫好大的妄想，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呢，以过去成就、现在成就跟未来要成就，这个路径都没有什么差异。如果说我们说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法不一样，那也是个大误解。我们读弥陀经的时候是不是在讲啊，西方极乐阿弥陀佛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这一直重复嘛，三世一切诸佛不是共赞叹吗？那世尊在世间讲些什么还不是一样，还不是一样，四念处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只是你在这里先读或是到那里再读，其实最后都是一样的，诸佛都是一样的。那你以为说，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阿弥陀佛的世界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长得这个样子，眼睛鼻子嘴巴放在前头，是放在头的这一面，是不是这样？ 是都长这个样子，那只容许我们这里的人去？没有啊，你在另外读净土的经典呢，有十方各处来的菩萨呀，十方各处来的菩萨尺寸啊，这长相啊等等，跟我们不一样啊。然后他跟我们还要翻译机吗？别处的菩萨一直到阿弥陀佛的世界去，我们需要翻译机吗？他不同国别来啊，需要吗？不需要啊，那是超越语言文字啊。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在这个语言文字上面去强调某一种强调啊，强调某一种强调，对这一个区块跟这些共同语言文字的人来讲，这个强调是有意义的。可是进入了这个绝对的以为这样的一句强调可以普及所有的众生，那是盲点，那是盲点。你如果回到三世以前，你是个阿拉伯人，你现在你的妈妈跑到非洲去了，
你另外一个冤亲债主跑去日本了，你要去日本讨债，你要去非洲报恩，你现在是阿拉伯人，你会怎样？你会怎样？跑到日本的那个说日本话，你没有熏修，说不出口，跑到非洲要去报母恩，要给他明勋加倍，给他一些好的。所以真正生命的沟通是清净法身在沟通，它不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绝对不够用。所以人类啊，被自己的语建立起的这些方便的东西来绑死自己。语言文字发出来的相状，写出来就是书嘛，发出来叫音嘛。这样清楚？那你到几千世以前，如果有一个冤亲债主，他现在是一只乌龟，你要去跟这个乌龟讨债，哼，怎么讨？怎么讨？杀他？还是去当他的母亲虐待他？当他的儿子折磨他？这上面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相状，因果里面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你要对于相状的一种个别的绝对式的一因一果或怎么样的言辞跟理论放下吧，去设想这些，去设想这些不竟然能够完成啊。你会看到你的一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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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面呢，因为内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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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转下来还有一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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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前面你会害怕后面，前面造作太多了。如果你看到自己是前面，哇，善人一个，员外一个，总统一个，那你会看到后面福报很多很多，你会很开心。这些东西啊，三世，现在要讲三世哈，扯这么远，这个三世的概念你不会得证的啦。因为修行的人看三世是为了了解因果，知道路走下去要如何停止于这样的轮回，不是拿三世来自我恐怖。但真正能够从过去现在跟未来的概念走出来的才叫诸佛。以修行来讲，我们又会有三世，甚至于三大二生七劫。以证悟来讲，他没有三世，他没有三世，每个现在都是证悟的点，而每一个证悟的人再来看三世，就是缘起缘灭。过去缘起缘灭看不懂，结构了一个无明。未来的缘起缘灭看得懂，没有无明。可是这个缘起缘灭之后，如果它拖着夹杂着彼此的这个意识的结构，会不会有后面的缘起？前面的缘起叫什么？业感缘起。后面的缘起叫什么缘起？真如缘起或法界缘起。后面的缘起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是不是缘起不一样？那也是用这样来界定于这样 缘起的定义，也就是要告诉修行人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但所有一切都是缘起啊，能懂缘起法即是佛啊。
所以在讲三世诸佛啊，在哪里修正？同学，你的过去跟现在未来在哪里修正？当下修正。以后就说世尊，我一定要成佛。不要说世尊，我以后会成佛。发愿的时候，你都怎么发？你在对所有一切自发的产生这样的愿力的时候，都是怎么样？我以后一定要做什么事？我以后一定要做什么事？我以后一定要做什么事？开始学着发愿的人，是不是都这样？都做了某一种允诺嘛？因为过去没有做，所以会让自己，我以后一定要做什么事？这是初次的自我允诺跟自我提醒嘛？